也希望呢，在今天晚上代表们的大会向大家说声抱歉，如果大家有造成大家不便之处，希望大家都能够给多多的见谅。好，由我们的巴德马六甲拉德宫村委会欢庆拉德宫千秋宝诞所主办巴德青年会协办十全十美全国华语方言歌唱公开赛，孝亲敬老庆中秋平安晚宴呢，今天晚上。